哎呀，好，老弟，陆掌门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，陆掌门，恭喜恭喜恭喜！钱队长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来来来来，里边请。佩峰，今天开业盯着他点儿是。掌门，您放心。好，来里边，请里边请。欢迎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衣服呀？这是。哼，破衣服。进来，花姐姐。楼下邮差送个邮包给你，谁送来的？好像是你姨妈。姨妈？是啊。是什么？你好啊，陆兄，恭喜啊，开张大吉啊！陆掌门，恭喜啊！你好啊，恭喜恭喜！哎，你好，请请，里面请，后面照顾着点啊！哎，恭喜啊！局座，这是盐城荷花的情报。新任中共淮海特委领导人和解放阜宁涟水的工作计划。很好，士官啊，我们打入共匪地区的特勤人员有多少名啊？潜伏85人，匿用23人，一共是108人。
很好，这108名大将就好比插入共产党心脏的108把尖刀，能置敌于死地，要重赏他们，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。局长放心，每个人的表现都记录在册，论功行赏。好，士官啊，今天青山俱乐部开张，给我送了个请帖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俱乐部是红帮老板陆青山开的，他是伟作的把兄弟，跟三教九流都有联系，近期跟军界的联系也比较多。那里可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啊，我料定共军会浑水摸鱼，你要注意哦。您放心吧，我已经派钱根去摸底了。好。姨妈，那个青山俱乐部里面太闹腾了，你还是让回来跟着你干吧。那谁给你舅舅看场子呢？这俱乐部啊，其实它呀就是一个娱乐场所，慢慢的会习惯的。姨妈，你不知道，那个俱乐部里面有一个胖子，还是个秃子，老是对我动手动脚的。俺真想，哎呀，你知道俺这个脾气，俺就怕日后给俺舅舅惹出麻烦来。花儿，你愿不愿意向监狱里的姐姐学习，帮姨妈做事情？俺愿意呀。那就安心的在俱乐部里面待下去吧，但是待人接物啊得得体大方。什么叫大方？什么叫得体啊？比方说有人让你陪酒，你不愿意喝，你不能一口拒绝，你得很婉转地告诉他，对不起先生，我今天身体不好，改日啊我一定赏光。要是有人来邀请你跳舞的话，你也不能一口拒绝。你如果啊觉得这个人不舒服，那你就这样把头啊拧到一边去，这样不就很自然了吗？对吧？你呀别跟自己过不去，这娱乐场所啊你慢慢会习惯的。来，我现在教教你。嗯，这样。哎，把手臂打开。对，别这样啊。请喝酒。来来来，干杯。请坐，欢迎光临。
谢谢。这是上次运货的酬劳，你们数数。不用手拉四，你真客气。哎呦，我还要谢你们呢。嗨，小事一桩嘛。这样，下个周末我做东，我请你们到我家喝绍兴酒，听越剧怎么样？承蒙梁司令抬爱，我们一定赴约。都是自家兄弟，别司令长司令短的，显得生分啊。那我们就沾梁司令的光，认梁司令为大哥了。来，大哥，来，大哥，来，来，干。哎，我说句玩笑话，你们两个总是这么一唱一和的，这平时是不是也总是同进同出啊？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嗨，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某啊，对了，子越，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为入党积极分子，祝贺你！真的？太好了，那我保证以后一定努力的工作。嗯。我们中央大学分为教师和学生两大支部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反内战。我最近正在帮钟教授准备反内战的演讲，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不如我请你去夫子庙喝鸭血粉丝汤啊。好，那我得大吃一顿。对了，把吴洛飞和小眼镜也叫去。没问题，走。同学们，近几年经济崩溃，物价狂涨，全国百姓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。只要内战一天不停，我们风潮一天不息，要么就是生，要么就是死。同学们，我们应该做时代的先驱。我建议大家罢课，我们要积极进行反内战的游行，要和反动当局斗争到底。木头，我已经鼓动中大的党支部，联络各大高校的学生会，我们准备在周末举行反内战的大游行。你要把游行搞大，取得他们更多的信任，争取把共党分子一网打尽，
放心吧，我想这次能调出他们的头脑。木头，梁玉彤最近好像迷上了越剧，还经常去夫子庙吃喝。你盯着他写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赶紧回去吧。嗯。大哥，欢迎欢迎。大哥，你难得有个星期天，真不好意思来打扰。搞这么见外干什么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杨高参到外地视察去了，子越也有授课活动，家里也难得清静。来来，坐坐坐。咱们兄弟正好可以好好聚一聚，听听啊，我新搞到的越剧唱片，再品尝品尝正宗的家乡菜。你说家里来客人了？梁司令，我们敬你一杯。来，梁司令，我们敬你。都是同乡，都是兄弟，干，不必拘礼。来来来，干了。嗯。随便点。来，尝尝我这白灼虾。嗯，莲姐，这个味道烧的比咸汤的还好啊。是吗？莲姐，你真是把我们当做梁司令的亲兄弟般看待了。你们本来就是亲兄弟嘛。来，我提议，咱们敬莲姐一杯。来来来来。谢谢。啊，你慢慢吃，我再去做一个菜。辛苦莲姐了。辛苦莲姐了。来来来来来，马上马上满起来。多吃一点啊。来，梁司令，再敬你一杯。好。干了啊！左老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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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再喝一点啊！左老弟，左老弟，小心啊，你的纱布在哪儿呢？啊，好像在那儿，你找一下啊。疼吗？下次小心点啊。一彤，一彤，醒醒！子越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喝醉了？你老婆在家，我找几个兄弟聚一聚。
散散心还不行吗？不，回房间睡吧。嗯。小王，怎么样？姨妈，只破译出一部分。怎么回事？保密局太狡猾了，在这个密码的基础上，似乎还有一个密码。那能不能解开？那只有获得这个双重密码的加密方式才行。双重密码。副司令，姨妈说密码根本无法使用。怎么会呢？姨妈估计毛人凤担心机要官出意外，给密码又加了一道密，如果拿不到编程方式，就算拿到密码本也没有用。双重加密。那可也得去啊，巡洋舰军官必须要了解军舰各种性能，这样才能协调军舰各个部门。再说我们马上要使用英国银湖密码系统，这个系统可比空军陆军现在使用的密码系统高级好几倍呢。英国的银湖根本不如我们现在使用的美国 CIA 系统高级。 CIA？ 哼，你是老黄历了，小儿科，不值一提。毕老弟啊，你们皇家海军有一流装备，那是理所当然，这一点空军陆军是不好跟你们比的。兄弟啊，我们用的可是 CIA 的最新系统，没事编码。哦，那得刮目相看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谈公务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喝酒的地方，咱们今天喝个痛快。来来来来，干干干干干干。毕前理已经协助我套出了两个机要官的话，双重加密采用的是美式编码。我们在军统的内线报告，他说密码本都锁在毛人凤家的保险柜里。毛人凤生性多疑，我估计钥匙他一定会随身携带，要想下手也不太容易。陆青山本来邀请毛人凤出席青山俱乐部的开张仪式，他推辞没来，你可以利用这个借口约他前来。好，毛人凤喜欢女人，我看有机可乘。我会派人协助你这次工作。姨妈，花儿在俱乐部。放心吧。梁司令，欢迎光临。莎莎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位贵宾，这位是毛局长。呀，毛局长，久闻大名啊，开业的时候您怎么没来啊？
我们的陆老板都责怪我们了。忙，实在太忙。你代我向你们陆老板赔个罪，可以吗？那今天晚上您打算怎么赔罪呢？哦，你说怎么赔就怎么赔吧。啊，那就陪我跳一晚上的舞吧。好啊，好，请。行啊，毛局长，玩得开心啊。齐武兄舞姿优美，身边又有莎莎小姐作伴，真是相得益彰啊。一同老弟就不要取笑我了吗？啊，一同老弟到底是年轻啊，我要像你这样绕两圈早就头晕了。好喽，齐武兄，你难得有时间出来消遣一下，多玩一会儿。毛局长，您穿这身衣服可真精神，这料子也好，真软。莎莎，真是个可人，说得我心都软了啊。毛局长，您真会说笑。跳舞有什么意思呢？不如到我那里去坐一坐。总得把这首曲子跳完吧。哦，也好。报告。同志们，中央军委已经复电，完全同意我们6月20日进攻开封的作战方案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三纵、八纵担任主攻。是是。打开封，是豫东之战的序幕。也是毛主席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决策的第一步，因此只许打好，不许失败。同志们，毛主席还在陕北为我们牵制着几十万敌军，天天面临险境，我们只有在中原大打狠打，把敌人打惨、打痛、打趴下，才能减轻中央的压力。陈毅司令员已经赶赴二野
组织联合作战。在这里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此乃中原第一战，这一仗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神秘电台又出现了，给我咬住。是。梅花先生，你的使命到此结束了，谢谢你帮我把进攻开封的时间通报给蒋介石。所以我上你的当了。哼。参谋长到。通知三纵八纵6月17日晚20:30总攻开封。一通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上海局已经将密电码传到中央了，潜伏在我部的108个特务全部被抓获了。朱总司令特意来电，给你记了一大功。太好了。哎，苏司令身边的特务也挖出来了吧？嗯，挖出来了。这个人啊，就是前指的秘书长黄仲元。他可是军统的老字号了。黄仲元，真看不出来，潜伏得够深的。哎，那这么说，先遣队被袭击也是他告的密了？很有可能。哦，还有，徐书记通过中央社会部查过了，水莲是自己人，是重庆地下党派到杨百川身边，长期做潜伏和策反工作的。哦，看来我在杨公馆的几次行动都是他在掩护我。嗯，但是地下工作是非常的复杂，你最好不要和水莲有任何横向的联系。我知道。局座，梅花暴露了，我们潜伏在共区的108将全被捕了。这十多年的心血全白费了。查到泄密线索了没有？我分析是电台的密码被泄露，致使整个地下组织被破坏。毛先生，什么指示？通知金钥匙立刻更换密码。姨妈，有什么新任务吗？刘邓陈粟大军正在开辟中原根据地，中原战场有国民党的34个师，中央要求我们发动铁路工人大罢工，打乱金浦铁路的运输计划，支援解放军作战。好，我亲自去浦口，我保证不让陇海线的军列开出去。调度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军夜不是说好上午10点发车吗？这都下午5点了。机车厂那边代工了，没有机车牵引，军夜怎么开啊？我这是中原全线急用的军火，耽误不起。没办法，工人们什么时候能复工？这不好说，要看工人和陆局谈判的情况了。再等等吧。
肖局长，你惹的麻烦不小啊，你准备怎么收场？梁森，我打算把扣发的米贴发还工人，让他们尽快的复工。这点米贴管什么用？能安抚住工人为你卖命吗？梁司令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哼，把你们平时喝的血放一点出来，我看你足够。司令，这是被抓捕的罢工工人的审问记录，请您过目。局长，工人代表来了，要和您对话。我们是机车厂车站工会的代表，我们要求陆局一次性补发欠工人的薪水，米价每担不得超过20万元。另外，每个工人再发救济费15万元。各位工友，这么多的款子，我一下筹集不齐呀。再说，我还要跟董事局商量，向铁道部报告，多需要时间呐。焦局长，你需要多少时间？我估计起码一个星期吧。不行，一个星期太长了，只给3天时间。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，工会就发动全路工人大罢工。对，大罢工。您的馄饨，谢谢，真香啊。小冯，蒋介石颁布了戡乱走动员令，所以姨妈要求停止学生示威游行，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。阿姐，我们昨天才商量好的计划，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地下斗争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惊心动魄。我们不也有内线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情报吗？不然学生力量损失就太大了。我怀疑泄密是梁一桐所为，他跟这几个机要员走得太近了。我看是你太多疑了，他和白天他们只是老乡，这可是我亲眼所见的。况且我经常不在家，难保他不寂寞。再说找老乡总比找妓女强啊。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？我怀疑你真是对他有点感情了。游行为什么会突然取消？冯良说上级觉得时机还不成熟，不过我会继续努力，反正中大的地下党名单在我手上。活动的规模要越大越好，起码全市的高校都要参加，共产党的头脑才会出马。浦口那边又在闹事了，我怀疑也是地下党在暗中操纵。抓到的那些人的嘴还没撬开，也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乱子。时间已经过去3天了，陆军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看按照计划集体罢工。好，根据列线的情报说，浦口车站这几天只有运货的军列，没有兵运，而且军警的兵力也有限。你马上发布罢工号令。好，我们要吃饭。我们要吃饭。反对打内战。我们要吃饭。我们要吃饭，反对打内战，反对打内战，我们要吃饭。
们，不冲没命了，冲啊！你爹的一世英名都让你给丢尽了。你打！在天亮之前，抓捕300名共党嫌疑分子，务必把南京的地下组织彻底破坏掉。